今天又来到这个熟悉的汽车城，不过今天呢，我不是来探店的，不是来看行情的，而是来提车的。我们订了两个多月的星越 L， 今天跟我说可以拿了，我们赶紧进去。哇！我屌，你望下边个阵仗？我还说今天有什么事啊？搞宴会吗？你看隔壁公子尊贵的李立山车主，不要搞那么阵仗行不行啊？他们右边说充值实锤了，我们能不能绕其他门禁偷偷的提个车？走那边了，售后那边进我们。今天提车这个仪式看起来真的足够隆重了，有没有开坛做法了？但是我在这里站了一下，觉得有个不对劲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订的车是白色的吗？为什么这边叫的车是一台白色车？难道他写错名字？这个不是我，这是我的车对吧？三哥你好，您的车的话我们已经全部洗好再放在门口了，是蓝色的翠羽蓝版本。在外面是吧？对，但是这个不是我的，不是。哦，那我们外面看一下。那要不看我们的车好吧？看我们的车，看我们这边请。好。厉害吗？哎呀，就这个是吧？对，我都说星越 L 要买的话，要我选一定会选这个蓝色还是绿色啊？翡翠什么鬼啊？对，这一款的话叫翠羽蓝，翠羽蓝的话跟普通版本的话是相差了四样东西。第一个，它是蛇纹的一个车钥匙的一个区别，还有20寸钢圈的一个轮毂的一个样式不一样，还有车内的话是黑色拼蓝色的一个内饰，再加外形上面的一个颜色。翠羽蓝的，反正这个颜色我觉得看起来就最好看，但是这个要加钱的哦，没有代驾的哦。目前的话，我们现在这款翠羽蓝的话，整体的加装费用的话是5000块钱。对，反正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加装的最主要原因呢，就听说这个车提车可以快一点，所以我们就选那个，我不管，我要提车最快那个。那其实告诉我，如果现在我们有些朋友想订这个星越 L， 等车大概要等多久？目前的话我们是45天左右。哦，45天，对，两个月，对，两个月左右，两个月就可以了，跟我们差不多。对，那还可以接受，还可以接受。现在最好卖是不是我们这个版本呢？是，目前我们还有2驱版本的旗舰型以及4驱版本的旗舰型，目前是最好卖的。哦，那我们呢就反正是用公司的钱。工作车，就反正实力都允许摆在这里，肯定我们就上那个顶配，就4驱2.0T 顶配8AT， 然后连那个选装包全部都选了，就这个我们是不是差不多可以开走了？是。有什么手续要办吗？要叫我剩下的话就是资料的一个交接，还有临时号牌的挂放，以及客服人员对您的一个进行的一个面访就可以了。基本上的话，这个时间大概在3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交接一个流程。OK， 反正我们已经很心急了。来，很多网友问我买了新车怎么验车，来看看我怎么验车了。说真的，我自己买车呢，我是从来不验的，我是充分相信，你找那个销售买车，你肯定相信他才找他买，对不对？严重质量问题啊！睇呢支雨拨，只可以一下，下面呢啲档全部坏晒啊！系咪阿生？你开翻嚟之后，你未用过雨刮啊？验车嗰时冇睇啊？为了对得起公司，对得起 VIP， 不会说我们用雨刮快怎么出去验一验啊？其实验什么都假，看看基本上什么轮毂啊，那些证件啊，整个车的配置对得上呢，我已经 OK 了，收获的了，主要是没夸就可以了。我们有个同事买了个车，在这边有一个之前不是滴什么滴了一个痕迹上去，但是怎么搞都搞不掉，到时候又没有办法索赔之类的，就你看看什么车漆啊正常，那轮胎正常就 OK 了。哦，这个颜色是不是看上去特别高档？哈，什么都假，真的，我觉得我现在买车唯一想试的就是试雨刮。啊，这个阻力是正常的，可不可以借条锁匙嚟啊？我就想试下个雨刮嘅啫。诶，系咁意思啊，个雨刮啊，精神得 ，YP 唔会抽清我啊，接够你先。验车完成，雨刮 OK 就 OK 了，对我来说啥都不重要。我这台车，我们公司用完之后，我真的有点兴趣。
估计到时候用完，很多同事会跟我抢。相比 Ion 的防护边度好啲？梗系你哋好啊！你睇到边个防护好？你望下呢个阵势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位大佬一齐帮我整个脚垫，我真系感受到吉利嘅 VVVIP 防护。哇，老总喺度帮我，老板帮我防护，果然系我哋应该系俾足钱嘅。啊，攞好袋嘢先。嗱，我啲好均真噶，点会打斧头嘅系咪？嗱，稳稳阵阵终于提车啊！几开心，又食又拎。它洗干净之后更好看，这颜色反光，这种质感，真的，可能早几年前很难想象国产车用这样的设计、这样的质感、这样的擦水嘅咁样嘅。哇！三哥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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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各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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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满意，好满意。再次推咯。好，唔该晒，唔该晒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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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面有间油站喎，记得加油。哦，系。好嘅，唔该。好嘅，唔该，唔该，唔该。前面右转就得啦。好，拜拜。哦，终于提到我们的新月 L 啊，哇，很舒服这车，说真。我之前刚才开这车两天，在南昆山又跑山路又跑越野，其实相当的喜欢的。来，想知道更多的体验，这车用起来各种的细节的话，记得关注我们了，继续慢慢说这台新月 L。